走这里好了。噔噔，哎，又是这里。哎呦，我现在可以买神秘卡片了。我花10000块买神秘卡片，购买你。10000块玩神选神秘卡片，获得失明卡片呢，57级的失明卡哎。哦，感觉好威哦。哦，57级的失明卡。装备。我现在有失明卡一张。叮叮叮，4 1 2 3 4啊。其实很多答案我都不知道啦，然后把比较不可能的删除，选比较可能的，中奖几率就比较高了。欸，我现在有加速和失明。哦，先使出这两张啊，让你加速又失明。哦呼，叮叮叮，呀哈，哦耶，打赢了。哦呼，哦，吴，他叫吴欸。你赢了。幸亏有美食补偿我，否则我会多难过啊。哦，战斗胜利了。哦，卡片升级耶，加速也好强哦，失明也好强哦，两张好强的卡片。喂，哦，我看到的欧阳克还没死。咦，又是那个神秘子，他好像总是单独行动耶，真奇怪，哪里有神秘子啊？害早，哪一个神秘子？哦，小五哦，害早，我认识他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嗯，那个不就是老师所提到的那个少年哦？就是他，看来以后我得多留意他了。越来越奇怪，每次看到他都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啊，好像在见过他似的。可是我从来不认识他啊，难道是上面昏迷？不是我胡思乱想的啊，还是不是多想了，免得着魔啊。跟小五好感度加9，等等等等，握手加9，各项数值提升。哎，高一嘞，高一嘞，哎，我已经考高一了。哦，转职成功。我升到高一了，获得强壮卡片。获得一张强壮卡片啊。好啦，装备一下啦，装备强壮卡片。Go, 巴拉杯酒。1 2 3 4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要骗我的钱是不是？哎哎，名望减少10，魅力减少10，什么都没跟我讲就减少10。孩子，这个世界是有善恶的啊，当人类的善心能够创造美好的生活，但是如果人类受到邪恶的影响，会逐渐堕入漆黑，你的使命就是铲除邪恶啊。我们来一起做心理测验吧。又做心理测验，你每次都把我的东西骗走，还做什么心理测验？你最适合怎么样的异性？假如你是一只猫，你认为待在哪个角落最舒服呢？女主人的膝盖上，当然是女主人的膝盖上啊，这还用什么？还用选吗？适合有母爱、有安全感的异性。选择躺在女主人的膝盖上的你啊，身心已经非常明白了，富有母爱能够照顾你，可以让你有安全感异性。再适合不过了，他是个有细心的人。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准啊，正常的人谁不会想躺在女主人的大腿上啊。烂透了，智力上升20啊。哎咻。5 1 2 3 4 5，爱心蓝，我到爱心蓝了。哦，这是谁？小雅，有没有零钱？你是谁？一开头就跟我要钱？在跟我说话吗？左看右看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带钱买早餐了耶，能不能借我20块？20块你要吃什么？吃一个面包哦。可是一共才20块，算了，便宜你了，我跟你借15块就好了，下次还你。我要迟到了，拜。难道现在的女孩都这样吗？个性特征：顽皮可爱，天生大胆，个性外向，喜欢冒险，爱开玩笑，和男主角是所谓的死党。死党，小雅是死党。哦，够，继续够。呼呼，5 1 2 3 4 5。哎呦，有锻炼间呢，我们去锻炼间锻炼一下。哟，这是什么？欢迎来到明日城训练营啊！估计针对你的名望进行单项训练。我看一下我哪一项值最低啊？魅力值，我怎么这么没有魅力啊？哎，训练成功力，哟，才29。好啦，钱全部都花在这里，我现在0块钱了，有没有？训练时间，哦，训练难度，哎，训练难度好高哦。哦吼，金钱效果没有效果，哦，今日运到。失败，魅力上升7而已，烂透了。7，你要走去哪里了？1 2 3 4 5，你有7，哎呦，又打哈达姆了啊！练习的靶子，是我把你当练习的靶子吧？啊，先按强装一颗。喂，
噔噔，打出强壮，呀、yeah! yeah! ，哦，强壮了，强壮是怎样？增强防御力哦。哦，要等了，要等了，我现在要等四颗，一二三四，要等四颗才可以打出四连击，有没有？哦，要等四颗，所以我现在就等下吐爽的就对了。噔噔噔，哦，有了，打出四连击，哎嘿，不过还打不赢。哦，加速一下好不好？气盾71耶！哎呵，哦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哦，加速！呀呀哈！哦，加速了加速了！哦，又跑比较快吗？好像感觉还好哎。我现在又要用拳头了。拳头！蹲蹲蹲！哦，有了四个拳头。哦，才26。哦，还是打不赢。哦，呀哈！哦，剩七点呐、啊。哦，快快快快快跑快跑快跑！啊，想不到连一个哈达姆都这么难打了。哦呀！诶、欸，打赢了。哦，好久没有去锻炼了，竟然不这种不堪应急。哦，卡片升级了。哦耶，升级了，从三级升到四级。诶、欸，高二了，这么快就高二了，这么快就混到高二了 ，Go！这么快就高二了，真是不可思议的快啊！走这里，哎，到达一个新的地方了。这个是什么？阿比，哎，是你啊，阿比，阿比牧师，是你啊！我正要去找你，大概听说过关于魔法书的事情吧？按照魔法书上的记载，你那颗石头是传说中的天泪石，是一颗很古老的水晶石，你要可要小心注意咯。然后嘞，是这样啊，为什么我一开始出生就有这块石头呢？还有这个项链也好奇怪，不知道有什么详细的记载呢？我这里没有关于项链的记载，你可以去问问餐厅、游戏厅的老板，他虽然看起来疯疯癫癫，但好像有不少关于神魔大战的资料。谢谢你啊，我去问灵界使者。噔噔噔噔，空空儿是什么？好久，这里有任务，这是什么？空空儿任务。怎么说呢？好多字哦，他们这里的游戏的字都这么多、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季恩利亚。嘿，看你来到这个世界，怎么样？好玩吗？如果钱不够用，我来帮帮你。我是个交易品商人哦，买高卖低是不是？然、后会让你血本无归哦。这里的货还蛮齐全的，可是我一块钱的哦，我有42块，42块可以买什么？购入价格，明日漫画、欸。购入，买入，买入，哦 ，mix，enter， 哎呦，我买了明日漫画，我买入价25，卖出价12，所以我要等下一次的卖出价超过25块的时候，我就赚钱了，是不是？感觉好像玩股票、哦。你是谁啊，阿根？心情会随着变化啊，法式不同啊，明日城的女人的最爱，上市即被抢售一空，也有男人送人，废话嘛，走了，走人的啦。喂，高二了，我现在高二了。呼呼，四一二三四，要打这，要打了，又要打了。奥姆，我叫奥姆，我的格言是不打不相识。你觉得我们应该是朋友吗？那就变成朋友吧。不打不相识啊！快啊，来跟我打！嘎哇啪！好快，好快，好快哦！现在已经高三了。喂。哎，快快快快快！我要打出5个拳头啊啊！吃我的拳头吧！呜呼！喂喂，吃我的拳头啊！呜呜呜，5个拳头打不死了，5个拳头一样打不死啊啊！还要4颗拳头、啊，为什么都只有拳头？只有拳拳到肉！呜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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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拳拳到肉！耶嘿！呜呼！拳拳到肉了，哎、欸，等于死！呀呀哈！哎，死掉了！哦耶！我最喜欢的就是打斗游戏了。你现在游戏结束，你可真厉害，我好崇拜你哦。那就跟着我走吧，啊、加速卡片到达72级了。哦，走吧。就一点又要打，犬辈啊，犬辈又来打了，先气盾啊，哪一个气盾比较高？这一个比较高。喂，哦，气盾，啊，全背，有一点气盾值了，啊，放出强壮，快跑快跑啊！我要放强壮，
哦，强壮啊！哦，哎呦，抵消对手攻击无效，什么东西？强壮无效。哦，抵消还是我抵消他了？哎，看不懂了啊！来啦，要等啊！一二三四五，要等五个火焰烧起来。哦，不要舔，不要舔，不要舔，乖乖的哦，不要舔啊！哎嘿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五个火焰来了，出卡。五连击，彗星一击，哦，彗星一击，哎，呀，哦吼吼吼吼，哦，秒杀了，秒杀了。哦，下次遇到你要躲起来，呜、哦，走开啦，走人了啦。哎、欸，等级提升，上升到五级了。哦，我有五级嘞。嗯，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要干什么？哦，游戏格，游戏不拖。嗯，哎呀，这小家伙，我看你两眼金光，骨骼惊奇，好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。咦，不对，你印堂发黑，透出一股暴力之气，不是什么好预兆。哇哈哈，害怕了吧？不用担心，人总是要死，要看怎么死去。能不能打断一下你的高见？听说你对古代的项链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，今天是来让你看看我身上这条项链的。拿过来我看看啊，仔细端详。咦，你到底是谁？这条项链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出生就戴在身上了，有什么奇怪的吗？这条项链好像是很古。好像是最古老的圣天使项链，不过我不能确定。传说圣天使项链可以化解一切暴力之气，不过那种神奇的东西会是选择自己的主人，所以哪怕你得到它，不过是没有生命的装饰品，我只能提供这些。你可以再去问问其他人知道的人吧，谢谢你。所以我还要问谁还要问问谁啦。诶，来啦啊、来玩玩魅力使者。Ready, go！ 我觉得，哎、欸，魅力使者我玩过了哈，我应该要玩其他的，对不对？让大家看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啊。不过我刚刚魅力使者没有赢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这次感觉有机会赢了。噔噔滚，推。哦，走走走走走。哦，所有女主角都待在身旁了。哦，要到出口了。哎、欸、呀嘿，赢了。You win！ 啊，喂 ，AA， 哎，走出来了。我刚刚玩到智力嘛，西瓜小刺啊。那海底探索，来玩一下看看。噔噔噔，我是潜水员，看到这个了吗？我的职业是捕捉它啊。当然呢，也需要有人指引方向，不要撞到喽，不要被中西撞到。下沉为下，然后按控制方向，按左右控制方向，按下沉。哦，我要去吃那个是不是？不要被鱼撞到，鱼不要来撞我是不是？哎呦，这里的鱼好恐怖哦！喂嘿，喂，吃吃吃！哦，被撞到了！哦哦哦哦，翻车鱼啊！哎，民生，嗯，这个是赚民生的石头是不是？喂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现在赚到五十点了。哦，六十点，看来这个最容易耶！哎哎哎，差一点点，六十点啊、我赚到六十点了，等等，名声上升六十点，获得两个英雄小徽章，这是什么？接金币。我、没想到天上会掉下来钱呢，还在犹豫什么？猫熊可是等不及喽，用放左右键来控制猫熊啊、有金币、银币、草莓，越多越好啊、！Ready go！ 金币、银币、草莓啊、不要接炸弹是不是？哦呦，那个是什么？怎么还会有那个东西在飞？在飞的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喂，哦，好东西啊，有东西在飞、欸，感觉有点恶心呢、啊。哎、欸，噔噔，哦，不要打我哦！这是接钱币的小游戏啊。熊猫，这只熊猫也长得不太可爱，感觉是傻傻戳戳的。哦哦哦，我被锤子打到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锤子越来越多嘞，最好闪得过了，早晚会被打死的，是不是？挥挥挥，哦吼吼，呜呜 ，Game Over 啊！噔噔噔，获得500块，获得两个英雄奖徽章啊！那玩完了吗？还可以玩吗？海底世界还想玩吗？休息一下吧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喂喂，各项数值上升20，高三了，已经高三了、欸，职业又上升了。我们已经混到高三，我们莫名其妙就混到高三了啊！哎、欸，又要玩游戏了，喂、哦，
能玩三次小游戏。